山，从溪流到海洋，台东如梦似幻般的自然美景呢，一直都是休闲度假的最佳首选。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台东县，要带大家一块来欣赏在地的渔乡风情、海洋风光。究竟呢，台东有哪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渔业文化呢？我们现在就出发喽！台东位于台湾东南部，海岸线约172公里，为东北向西南走向，沿海居民多半以农渔业为主，唯有鱼类资源丰富，冬季季风强盛时渔民作业不易。台东区域会沿线有富冈、大武两座渔港，另外还有一些专门停泊小型礁筏，因自然地理环境作用形成的船澳。来到了大武渔港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一艘艘的渔筏停靠在港堤边，呈现出淳朴以及惬意的渔村风貌。那今天呢，蜜姐要带大家一块来拜访台东区渔会，要来认识台东目前的渔业现况以及发展的成果。我们整个的渔业的状况来讲，还是比较偏向于传统渔业。我们辖区内哈比较大的港口就是主要有两个，一个是富冈渔港。另外一个就是大武渔港，我们的渔获哈，主要是以洄游性鱼类，我们目前已经慢慢的朝向一个转型的一个方向在发展。那主要我们目前在推的就是属于休闲渔业的这一部分，像浮潜啊潮间带解说、导览等等，相对的也带动了地方上的一些相关的产业的一个提升。位在台东县大武乡的大武渔港保留了小渔村的风味，渔产丰饶，港内停泊许多渔筏与小船，碧海蓝天加上渔村的惬意与宁静，写进大武小渔村的恬静自适，展现朴实之美。在台东呢，所使用的主要渔法是用刺网和延绳钓为主，而随着水流和深度的不同呢，发展出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渔法技巧。那今天呢，蜜酱就要带大家一块出海，来体验台东这里在地的延绳钓咯。现在啊，船长已经开始在准备出海的前置作业了，我们现在马上过去看看咯，走。现在呢，为大家介绍一下，在渔港旁边的这一位是今天要带我们出海的陈大哥，陈船长。陈长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是今天就是延绳钓的渔具，对不对？对。现在我们是事前就是准备鱼钩。鱼钩。钩那个鱼饵，我们今天准备两种鱼饵，有煎鱼，也有那个秋刀鱼。秋刀鱼这两种鱼饵，因为有的是比较喜欢吃秋刀鱼，有的比较喜欢吃煎鱼。那现在呢，大哥在开始就是做那个钩饵的动作，就是把这个钩子啊一个一个就是把那个。哎，那陈大哥，我们在装饵的时候有没有要注意什么技巧？有，秋刀鱼的从它皮上组织钩到它肉下，这样才不会掉，不然的话有时候在下的时候会掉了就没有鱼、啊、没有鱼抓了。如果是那个煎鱼的话，有没有煎鱼它的肉是比较硬，我们可以从底下勾上去。你要勾到它的皮，它整个肉它拉得到。如果没有勾下它的皮的话，有没有它的肉一定会掉，在水底就掉了。所以说一定要勾到它的皮，它皮下组织才连着它的肉，这样才不会掉。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渔民啊，长期在海上作业有没有累积下来的经验。大哥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要开始准备出发了？哎，春两个年了，刚好要出来了。对，已经差不多了。要出来了，好啊，好啊。今麦春两个拢搞好啊。啊，今麦准备要出港，开始要到鱼区要抓鱼啊。大哥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出海了。对。那我们今天的渔场啊，大概要开多久？我们差不多20分钟就到渔场了。啊，现在就是说刚好要适逢傍晚的时候，因为说白天的话有没有就是底栖的鱼种比较少量啊，就是说。现在就是我们抓的是高级鱼种的话，就是要刚好傍晚的时候才出去抓的。台东沿海渔场因为黑潮流经，带来了大量洄游性鱼类。陈大哥凭着一身专业捕鱼技术和仪器辅助，带着我们出海去寻找丰富渔获喽。
我们现在呢已经到达今天的渔场了，我们的目的地渔场。那陈大哥现在是准备要开始？对，开始要下我们的浮标。我们开始下浮标以后，就开始要下岩绳钓了。陈大哥说，岩绳钓具放入水中后，放流时间约2至3小时，船只会先在附近海域巡逻等待，等时间到了，便依序收回鱼线组。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拉鱼喽。我们这边的岩绳钓是所谓的在暗礁区。暗礁区。暗礁区，这边都是暗礁区。哦。所以说这边的鱼群是比较有聚集鱼群，它、这边的鱼的基地价值比较高。啊，西部的就是说所谓沙地的经济价值的鱼类就没有像这边那么多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要请我们岩绳钓组的。哇，那个锚已经拉起来了，究竟我们今天可以捕到哪些意想不到的鱼货呢？我们继续看下去咯。这一条是石斑哦，上来了，哇，哎，石斑，哇，石斑，哎呦，哎，丢开，丢开，哇，这是什么鱼啊？哎，这是昂皮桃，昂皮桃，哎，对，哇，全身那个红色的，它肉质也是很嫩，颜色很漂亮哎，这边，来，这个耶，来，上来了，哇，这一尾。那叫做我们有的是叫海鸡母啦，海鸡母，海鸡母啦，其实我们在那个一般的那个鱼市场都看得到，可是这一尾是我目前看到最大的。对对，因为这种鱼高经济价值的鱼种。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我们第一笼目前的鱼货量。那现在呢，还进行到一半而已哦，另外一半呢，现在正在努力中，加油！有，加油！岩绳钓法俗称棒棍，将主钓鱼线绑上浮筒或讯号灯、旗等，竹绳从数百公尺到数公里不等，竹绳下再绑上支绳，支绳下端再绑上鱼钩，并勾着鱼饵，鱼钩数目从数百只到数千只不一定，都是以当天的作业规模来决定哦。生态园区这边呢，可以像蜜酱一样来亲自体验喂鱼的乐趣哦。而这边的居民呢，和大自然和谐共处的保育观念呢、也让山园附近的海域的生态资源日益丰富，也为当地的居民呢创造了更多的观光效益哦。在山园生态园区这边呢，不仅可以体验喂鱼的乐趣，而目前呢、这里还发展出一项新玩法，那就是浮潜 Go。现在在蜜酱身旁的这位呢，是山园生态园区的导览员贝壳。贝壳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哇，贝壳哎，好那种海洋梦幻的名字哦。我知道啊，在这边呢、我们除了可以去体验喂鱼的乐趣之外，这边目前呢、还有一项非常夯的水上活动，就是浮潜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山园它位居于在台153.5 K 处嘛，那这边是属于沙滩跟礁岩岸所形成的沙滩。所以它的礁岩在外海的差不多50米以内都是可以能见到珊瑚礁，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放眼望去啊，一整片海洋其实底下都是非常美丽、色彩缤纷的珊瑚礁景观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那可以帮我们就是介绍一下，就是附近整个珊瑚礁的生态吗？环境介绍一下。一般珊瑚成长的水温在25到27度。嗯，那在山园它本身是一个保护区，就保护了14年，所以当地居民已经把这个地方已经巩固起来很好了。那后来在游客的身上，他们说看到很多彩色的东西。嗯，那我们开始就着重于下去，就再带新的浮潜，让人家去体验。哇，听起来真的很不错哎。哎，那今天蜜酱啊，来到这个地方。贝壳可以带我就是下去体验一下，可以啊，浮潜吗？可以可以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换装一下？要先换装。好，那现在就带我去吧，走。Okay, 好。
开始啦！大家看一下，现在 Mija 呢的潜水装备已经着装完毕了。那在潜水之前呢 ，Mija 还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贝壳，就是啊，像一般我们游客想要来这边潜水，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边比较适合潜水的一些时间和季节吗？一般我们潜水的季节是在于夏天，春夏秋初这样子。但是如果比较适合风平浪静的季节是在五月中到九月，一般适合的浮潜时间是在于10点到下午2点是最适合，因为它太阳站能见度是最佳的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潮池这里，对，潮池，所以观察到的那个生态蛮有限的。对对对。那如果我们想要就是在观测到更多的种类的话，我们一般都要往外。然后到海水比较深的地方。对，然后就是带你们去观察，因为它那边至少有100多种的珊瑚涵盖。真的？那我们这边有发现最特有的就是说贝氏耳纹珊瑚。嗯。那还有一些比较基本款，就是例如鹿角珊瑚啦、轴孔珊瑚、表孔、尾孔都有。海珊瑚品种很多，还有群珊瑚。感觉好多，那个珊瑚的那种生物多样性真的好丰富、哦。很丰富。来到山岩生态园区，不仅可享受浮潜的乐趣，还能认识传统渔法的智慧哦。游客可以拿着手抄网捞鱼苗，体验不一样的渔民生活。大哥你好，哇，大哥怎么称呼？姓陈。陈大哥是不是？哎哎，大哥你刚拿这个网子是在做什么？这是什么网啊？这推苗的网子啊，那蛮细的。哇，所以你是说你刚刚在捞鱼苗是不是？没错没错没错。真的啊？哇，那这边怎么就是你们平常都是来这边捞鱼苗吗？嗯，之前渔村生活就是当地小孩子要这样捞鱼苗，现在我们把它改变了，是有一种就是体验型的，做一个观光推广，让人家体验以前的那个渔民小朋友是如何推鱼苗。这是它的网子，那这种网子是叫什么名称啊？弯弓鞋啊，鞋啊，鱼仔鞋啊，鱼仔鞋啊，因为它是专门抓鱼苗的，就是以鱼苗的名称，然后它是网子嘛，而且啊，这个我刚刚看你们是一个人，然后一个人就可以自己撑得起来。没错没错，这是缩小型的，跟大是一倍大的。哎，那陈大哥，你可以帮我介绍一下这种网是什么网吗？这是一般的我们的沙门那种沙网啊，它这是布料的，啊，整个组合的是当地居民找现有的材料，这是我们的竹子，可是它比较麻烦的就是要削皮，竹子一定要削皮啊，埋在沙子里让它。所以都是附近就地取材这样。没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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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你们通常啊，像这样子的这个网具啊，你们是怎么在海里面捞那个小鱼苗？就是靠着沿岸走啊，靠着沿岸走，因为沿岸就是鱼苗的栖息之所，所以我们这里在做保护鱼护鱼，就是要护鱼沿岸啊，借由这个体验让人家了解沿岸护鱼保育的重要。所以像我们一般的那个游客啊，来到这个地方，我们也可以就是体验这个捞鱼苗，是不是？哎，陈大哥，那你可以带我去看你们今天捕到的小鱼苗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是在上面是不是？没错没错，等一下我们就上去。那我帮你一起。好好好好。走了吧。哎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今天的成果，蛮多种的。注意看，它尾巴比较长，这叫鳗苗。你是做那个鳗鱼的那个鳗苗吗？鳗苗现在人工没办法繁殖，所以还是要用买。还是必须要用野生那个采捕的方式。现在一只要60元，这样子六十元。这样单一只啊？一只就60元了。哇，而且它的量不多哎。不多不多。啊，过来这里是不一样。那这边呢？这一边你注意看。来，这个是我知道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水母。对对对。下杠的水母。所以我们现在是借由推苗，让人家去体验，让人家去看生物这里的小生物。哇，这边有水母，小水母之外，那这边呢？这都是属于煎鱼。煎鱼。对对对，像炸弹鱼、煎鱼的幼苗。柴鱼的煎鱼。哎，对，这都是柴鱼、煎鱼来的。所以这样子一趟起来就可以看多样的生物了。对呀，让游客了解，这个海边的生态多丰富。因为呢，海岸的旁边就是所有的小生命的家，所以我们很希望把它顾得更好一点，就是这样子。
陈大哥说，手抄网纯粹是一项体验活动，让这些珍贵的小鱼苗回到原本的家，我们才能继续欣赏这片美丽的海洋生态哦。山原是台东都兰唯一大面积的沙滩地形，两侧的海岸拥有丰富的珊瑚群聚，孕育多样化的鱼虾贝类，这是垦丁和绿岛海域不曾发现的群聚。曾记录到的珊瑚种类高达110种，占了台湾珊瑚种类的1/3。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许多各地的湿地景观，而今天呢，咪讲带大家来到了台东，要带大家走一走这边滨海河口的湿地景观，走一趟舒服惬意的森林浴之旅哦。阿三大哥你好。你好。可以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台东森林公园啊，它成立的整个背景吗？可以，因为过去哦，在1959年的时候，这个黑森林哦，种植这个木麻花有做防风林的作用，或者是保护这里面的生态的湿地。那后来在1982年的时候，我们政府就开始着手去规划这个森林，能够让人民能够进到这里面，能够来休闲运动。所以现在铺成在这样子的人行道和脚踏车道，原因就在这里了。你讲，我刚刚有跟你讲的说，在这我们森林公园里面哈，有琵琶湖。现在我们所站的地方就是琵琶湖，啊，这么美的景象。那这琵琶湖是怎么形成的哈？因为过去这个森林里面是一个湿地，那湿地会造成一个沼泽。那这个水呢，很特殊，很特别。这里有地质专家哈，有研究过，这个水呢是从地下涌出来的，是从卑南溪那边哦。哦，卑南溪离我们大概500-600公尺的距离，既然这个水可以涌出来，是这样子。那它这个琵琶湖里面的生态蛮多的。沿着自行车道漫游，不仅可以欣赏一片绿意盎然，还能投入大海的怀抱，享受无穷的自然美景。从森林公园串联到滨海公园的绵延路径，将带你体验一趟精彩无比的山海之旅。三大哥，我们刚骑脚踏车沿途过来的时候啊，有看到这边很多就是用漂流木做成的艺术品。其实事实上，这个哈海滨公园啊，很早以前，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垃圾掩埋场，差不多到一个饱和点的时候，我们政府就把它整理规划为一个海滨公园。在这个海滨公园或者森林公园里面哦，都有可以让我们所有爱好大自然的人哦，最好的一个休闲地方。不管是骑脚踏车或者是散步，都非常适宜。欣赏完了这一片美丽的滨海公园景致，来到海边当然不可错过在地的渔港风情，离这不远的富冈渔港也值得我们去逛逛哦。Mia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，是在台东的富冈渔港，这边是游客前往绿岛和兰屿的主要交通港，也是渔船的主要集散地。在沿近海啊附近所捕捞到的渔获呢，都会拿到这个地方来进行贩售哦。在码头上拍卖出的渔获，立即出现在渔港街上林立的摊商及生鲜餐饮店。来到渔港，当然不能错过品尝新鲜又便宜海产的机会哦。听在地渔民的介绍，在富冈渔港附近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渔村——富冈新村。到底哪里不同呢？现在就去看看吧。原来呀，富冈新村又称为大城新村，过去从大陈岛撤退来台湾，一部分居民来到富冈渔港旁定居，带着不一样的捕鱼文化，开始在这片土地上适应与生活。居民主要的一个信仰中心呢，就是海神庙。是，那待会理事长可以带我们过去看看吗？可以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。好了，这里是我们海神庙啊，我们里面供奉的是如意娘娘。问如意娘娘哈，你要看，这是跟咱台湾都信仰、信仰的妈祖哈，差不多了。问如意娘娘哦，做香的跟厨房也。照顾我们的渔民，我们这几十年来吼，不管有风台大雨小雨，渔民拢真安全。
七月初六是如意娘娘圣诞千秋，所以我们顺便就是在农历的初一到 初一到初五呢，这五天我们就办一个中原普渡。现在呢，为大家访问到的这一位是富冈新村的柯北北，柯北北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，像这些供桌上的食物啊，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差不多，我们这个菜是用菜网。一碗一碗煮起来，台湾哦人他们是用了心力，那个鱼啦、肉啦、都鸡啦。那邱北北可以再帮我们介绍，就是桌上的这些菜色啊，就是有从大陆那边，就是大城新村那边带到这边台湾来的是有哪些？对，我们这个鱼标，鱼标，鱼标就是我们大陆的鱼标，这个。晒干再油炸起来，这个鱼标我们台湾没有这一道料理。柯小姐，在这一桌菜里面呢、啊，有没有哪一道是比较属于家乡、比较具有家乡味的？哦，那我帮你介绍一下，大概就是这一碗。这一道菜，地瓜粉跟那个冷稀饭，冷稀饭，好、哦，再两个下去拌，拌好的时候再开水开了再下去蒸。每家准备的东西都不一样，那就是说配齐这十碗，所以每一桌都是要十碗，每一桌就是最少一定要十碗，是不是？最少要十碗。对。看着不同的信仰、祭拜文化，遥想大城移民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，看着既陌生又熟悉的海洋景致，开始在台东富冈这个美丽的小镇留下大城与台湾文化融合的印记。雨乡文化和滨海风情的完美结合，成为台东轻海行的最大卖点。自己漫游在海岸风光里，享受海岸美景的乐趣哦。你心动了吗？下次啊，找个时间，一块来趟台东的轻海之旅，悠闲的徜徉在台东的山海美景之中吧。我是蜜酱，娱乐新世界，我们下周再见喽，拜拜。这边的夜景啊，算是最漂亮的，所以晚上来这边赏星星的话，算是最好的一个地方。那你们这边非常有名的传奇三鬼，你可以告诉我是哪三鬼？哦，这个样子哦，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海南人啊，是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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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